你好，我是东阳，我将演唱《心经》。很多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至亲或者是朋友，我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安抚你们的心。人生的结束不一定是个结束，它可能也是个起点。你所看到的未必是真实，真实东西也未必是你看到的。心经很符合目前的情境，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给你们平静平安。我在曲目方面做了一些更改，和原曲很不一样，希望你们能够接受。观自在菩萨。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舍利子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无数色色相未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。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日喏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阿帝喀帝波罗卡帝波罗三藐帝菩提萨埵。
谢谢。